看看新闻网。就是针对网上黄浦江上游啊漂浮史书也可能与禽流感有关这一说法呢，我们农委啊就是4月1号组织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对我们前一段时间留存的34份这个是样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这个检测，结果全部是阴性，为发现禽流感病毒。